是讲黄玉生的眼光真好，啊，这衫看起来这尼啊久，你应该不是要放伫个样品屋的展间内底吼？你是做垃圾的呢？不是啦，这是要放伫个阮家的门口靠到阳台。我有一个邻居是变态，一直骚扰我。是讲是安怎好的查甫人拢是别人的，啊，接近我的拢是一挂变态渣男啊！讲到这吼，我就白，嘛不是我想要嫁给康奎，是除了康奎以外，我啥物拢无。你记住，啊，搁有你的好闺蜜四叶草，我嘞，我根本就是杰尼丑的奴隶。我连下班拢在伺候伊，我哪有时间找对象啊？无唔对，我俩做我伫咧交友软体拄到真爱，结果咧，我去互人骗。喂 ，Mr. Right 到底伫倒啊？伫电脑后，我咧，我阁爱替五营五杰周珍妮追爱。伊甲伊方总监是甲我虾米地带啦？就兰，早日脱单。嗯。用茶叶蛋干杯。美颜，你哪会遐尼古锥啦？美颜总是一个人，看起来足孤单的。小白兔，你最近敢好？是安怎飞鸟拢是伫咧我上高端的时阵出现？若是进前，我会真欢喜收到伊的关心。啊，不过伊把我封锁，阁消失遮尼久，一句道歉拢无，真正让人足生气的。小白兔，我知影你有看到我的讯息啊。我对你遐尼啊过分，你无想要回我是正常的。你会当生气，会当卖插我。我干那想要甲你讲，你毋是孤单的。我本来怕死，就算你解除封锁，我也袂插你。你无缘无故信用，真正就自私的。你是一只臭鸟。是嘞，因为我感觉。我扑袂起小白兔，所以我才会失约。你应该袂甲阮朋友讲的同款，现实生活有太太，所以你唔敢甲我见面。是啊，我是有某的人呢。就算讲小白兔是美颜，管怎，不管是毋是为云闺蜜，拢毋是我应该介意的人。我应该爱的，就干那为云姐。希望唔好，小白兔，但你搁较好个人。原来伊真正是一个有太太个人，害我差一摆变小三，我被封锁你。我原谅你，因为我甲你同款，拢喜欢着无应该喜欢的人。我嘛唔知影会当甲谁讲，你敢会当做我的树洞？唔应该喜欢的人，伊是谁？
佮意的人，真正是我。继续骚扰我女朋友，我拍到你不知人哦，知无？王玉生，你谁人怎对我这么好？林美爷，你袂当阁想黄玉生啊！伊是唯一的红仔，是你袂当爱的查甫人，你还赶紧放袂记。那你以后才会当拄到更较好的查甫人伫你的身躯边。我偏爱不是这款变态的查甫人，拜托你别搞浪漫。你紧救我！紧救我！这么临时的，跟底约见面，我今麦穿的是我上班的衫，安尼敢会叫伊看破脚手啊？你别烦恼啦，底比改袂来。伊临时袂来哦，安迪 ，David 根本就无约见面，对无？是你假公济私，带我来吃无？我若是讲要跟你约会，你敢袂来？你袂来对无？冬雨，你的暗示是陈子薇的，我敢若希望你适当跟你做伙吃饭，敢讲你拢无愿意？我今嘛是住伫小春因家，唔是你讲的，暗时是自卫的。我你家己讲到呢，拢袂艰苦。上周我送你的手机，你嘛无挂起？唔是我不爱挂，是美颜个委员拢知影我无钱，若是互因看到我挂遐尔贵的手机。一定会出代志，不过我拢有把手机放伫身上，即马甲你做伙食饭，就当挂。那呢，我替你挂起来。就是，是你搞紧，无唔对，就是我搞紧，我才会介意你。冬雨，你的心内有爱为你着无？那安尼，什么时阵，你的24点钟才当拢是我的？我即马真正无法度予你答案。好啦，我知，我会等你。我毋是凊彩讲讲的，我最近真正是忝的，不管是伫公司还是伫厝里，我随时拢爱讲足侪白贼话，大工拢提心吊胆。不过，你知影我所有的代志，了解我的为难，等到甲你做伙的时阵，我才唔免烦恼什么代志会憋空，会当喘一口气。
所以我即马无法度互你答案，是我无想要骗你啊。我知，我拢知影，我会等你，我袂阁互你压力啊。是讲我这么体贴，是毋是？你敢会当给我一个奖励？就麻烦经理哦，那是有一个日本来的阿欧吉桑来恁家食饭，第一时间沟通理解。莫安尼讲，你是阮餐厅的老人客，若是有看到伊哦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伊的。多谢啦。对。免送，你去无用哦。好，我跟你出去。哈，拢无奖励哦，伊哪会这样小气？要甲客户开会，真正会害。那安尼你莫去啊，交当去找，我养你啊。莫讲笑啦，啊你等下不是搁要等去公司甲董事长开会，先去啊。好啦，我先去买单。你等下去完客户，爱甲我讲哦。也搁有，我若是传讯息予你，你袂当可以都不回啊。怎样？周安迪，你即摆在创啥啦？你不是跟我讲你放弃李冬雨啊？你哪敢连 PT 做伙食饭啊？顶摆迄个贝拉，就是李冬雨对无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叫我放弃的，我讲我要放弃。伊是紫薇女朋友呢，伊拢要结婚啊啦！你哪会使安尼破坏人的感情？也唔过因即马都还未结婚。冠杰，我对冬雨是真心的，我从来毋捌甲伊一个查某囡仔，甲伊甲这么辛苦。我即马心情已经作歹啊！我即马需要的是我的兄弟给我支持。你会遐尼辛苦，是因为你是第三者。Andy， 破坏别人的感情，最后受伤一定是你家己啦。我真正我袂受伤，冬雨只是因为温情，才甲陈水做伙。即卖伊的心已经来我遮，不被爱的，才是第三者。即卖陈子薇，才是第三者。若是安尼。你就答应甲紫薇分手，你才甲伊做伙啊！紫薇，紫薇，紫薇，叫甲遐尼亲，你以为甲陈小春做伙才徛伊迄边？你敢来完全无我这个兄弟嘛？你在后边讲啥啦？我即摆在甲你讲的是一个做人的道理啦。你要甲我讲道理哦？那呢？你想怎袂等你爸妈同意，你才甲陈小春做伙？这是两回事呢。别别拢是乱乱来。你反背的是你的父母，我只是反背一个西分人，讲到做人的道理，你比我更不如。你小乌白花啥？我只是要跟你讲，你管好你的代志就好。无可能，除非李冬雨单身，无你两个人做伙哦，我一定反对啦。你别安尼想，好啊，咱绝交。